就那么乖呢？嗯，不乖。你看他脖子下面烂完了。我有多可爱，做你的小乖乖，哎、我要你亲亲抱抱，还撒娇的。在你的怀里，这口性格那么汉中的，到了陕西的第一只狗叫陕 A 白火，他那个小白狗就是是不是你们这里的流浪狗啊？流浪狗是吧？你们是干嘛的？我们就是流浪狗救助的。没有，闪乖乖，闪乖乖，大家闪乖乖，闪乖乖。他那个是皮肤病严重的很啊。是汉中本地的还是？我们啊。四川的，他说狗享福了。你有？我有啊，有分寸感。你没得分寸感？像你们，你们说我有分寸感没得？干嘛？说。闪乖乖，你比铁锤还乖。闪乖乖。用我们的生殖肉火腿肠，给它插进去，看见没得？听到？看到没得？乖乖，把绳子喽，乖乖。哎呀，好乖呀，好乖呀，好乖呀。我作为人，我都受不了了，不相信人了。那乖了，乖了。吃饱狗粮，闪乖乖。哎呦呦，痛痛痛痛痛！能不能？火腿肠好吃一点，好吃好吃，它一颗一颗的吃啊。它其实不会跑，但是它会跑去吃屎。不管哪里都好，就是啊，有一天早上，我把它绳子给它松了，让它自己去活动，然后我就看见它从厕所里面出来，嘴巴还在拌着，它不仅吃狗屎，它还吃人屎，我真的服了，宝贝，你什么都好啊，就是改不了你那吃屎的臭毛病呢、啊，不然你现在自由得很，到处跑。他现在皮肤病已经再好了，再开始长毛了，但是需要时间，还需要时间。啊、想吃不？他的性格真的是太逗人爱了。长官，来代言一下咱们老汾阳的鸭肉干。他现在还用喷药吗？再给他用。再给他，每天都要再给他喷。暖不暖和今天？嗯，下面就是山西了，山西太原市。